今天4月13号，星期二，天气依然是一个晴天。唯一不同点呢，就在于，整个西滨，还是一样，尘霾还是蛮严重的。已经接连将近2个礼拜都没有下过一场好好的雨，整个山区生活呢，真的变得越来越不容易了。好了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准备要下山了，因为明天有点事情要处理，所以今天就先下山。那在下山之前呢，刚好油桐花也真的开始盛开了，尤其在对岸对面的这个山坡上面呢，很明显都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白色的帽子啊，这些帽子呢就是油桐花的一个树梢。那这个呢本身来讲呢，也是因为今年刚好雨水比较少吧。整个山头的油桐花呢，都可以顺利的存留到现在。那这可能是今年比较奇特的一个现象。好了，我们就准备去看看我们的一些农作物，以后呢就准备下山了。那等一下再做一些萤火虫的片子，也就是昨天晚上拍的萤火虫的片子呢，给大家一起。赏桐顺便赏萤一下喽。算不错了。今天来赏萤火虫，但是灯光不够，所以看起来是有一点一点的，但是还不够明显。那这可能要再近一点，那我们就往前一点，看会不会照得比较好。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很明显，因为这个红光本身还不是很强，但是是有照到一些萤火虫的踪迹啦，但还没有很明显。那现在是我们这边的萤火虫季呢，跟桐花季呢，现在已经展开了。那大家有空呢，可以来香宜森林屋呢。欣赏一下喽。